来了来了，那都可悬。你吃不吃？这不吃还有的吃吗？那我只想要看这个。哎呀，懵了吧？我早换过来了，就是还想套路我。啊！大哥，懵了吧？吃饭呀？来了来了。那你吃啥？你吃你的，我咋吃那菜？原来你这是早有准备呀！这吃的是啥呀？看起来挺好吃的。不行，这诱惑啊，谁受得了？这我也得吃一口。家人们，我吃的这个是雪媚娘，它的皮又软又糯又Q弹，
中间的奶油入口即化，再配上中间的果酱，更绝了，又实惠又好吃。哼，我让你偷吃。哼，摸着吧，给你藏的肉。咋没有肉呢？那我还是吃面条算了，你吃馍。哎呦我的妈！